不对啊，他跑起来的样子不像是有重病的人。哥，我一定让你知道他在骗你。这不是齐武经常喷的树木香水吗？我们是 TF 的成员，我叫桂元，他叫 Jonathan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很熟悉。你看了我们的手机吗？我怕公司会担心，给他们打个电话报平安。啊，抱歉，没看到哎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可惜了，好好的人。霍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先走，去找人。怎么着？我去找人。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。来，我背你。你这个脚还好没有骨折，没什么大碍。从这一直走就能看见条小路，沿着小路一直走就能出去了。小心点，别带崴脚了，看着点路。林夏，瑞贝卡他不是说你得了重病吗？其实得了重病的不是我，是我姐姐瑞贝卡。他有严重的幻想症，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用，为了他我还学了中医。有一点我很好奇，这段时间你为什么老是出现在我面前？我一直想有机会提醒你们，你们在这里会很危险。但是，算了，你们快走吧，越快越好。这个山里晚上会很危险。全哥，快救救我们！
贝贝卡，你下手太重了。哥，他们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不过就是想让天陪我玩会，怎么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？贝贝卡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是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逃不掉的。你住手！你别碰他！全哥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妹妹，走吧，该喝药了。喝什么药？我没病。原来你就是那个 KW。那些照片都是你在公司拍的。瑞贝卡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为什么要把我们绑起来？不想让好朋友远离，难道要把他们绑起来吗？撒谎！既然是好朋友，那为什么要逃走？逃走还能算得上好朋友吗？瑞贝卡，瑞贝卡！哥，别喊了，他脑子有问题，现在跟他说话完全没用。哥，别怕，我陪着你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快想想怎么逃出去。伊莎贝拉，嗯，你们还记得出去的路吧？这次不要再被发现了。你们不要怪姐姐，她是太喜欢你们了，所以才……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你姐要是知道你帮了我们的话，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傻孩子，哪有抛弃家人的？你们快走吧。我会回来的，到时候带你姐姐去看最好的医生。姐姐，求你了，放他们走吧。不能回去，别让伊莎贝拉的努力白费。瑞贝卡，你看清楚，她是你亲妹妹。不行啊，是她救了咱们，咱们不能不管啊。但就凭咱俩也想不出什么办法，我们先去找人，再回来救她。好。我那么喜欢你，我那么精心的照顾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逃？贝贝卡，你们谁也别想逃。天空想要留住雨落，擦肩而过，当你我视线交错，将时间定格在两颗真心靠近。臭小子们，想干嘛呀？这几天咱俩失踪，你俩就……对呀。好了，别不正经，快去谢谢那两位恩人，不然凭我们几个哪找得到他们？这么多人啊！谢谢大家。好，走，回去。瑞贝卡，姐，姐，怎么了？快醒醒，姐！哎，干嘛？总是乌云连绵，细雨穿过明月，好似青春，多少种阴晴圆缺。我守着那束微弱的光线，遥远于梦想周旋，直到
角，一回那零散的碎片。你的体温很热烈，我依然在努力兑现。落日只会道别，最好别给我传什么负面新闻，不然韩松英的经理我就撤资了。好好对她，她是个好女孩。